中国我属柴区方，中国乡河区区，中国乡河区区，帝国的道路通向西方，西方只会帮他拓展道路，添上翅膀，便梦想改朝他，征服他，成为麦班根班，坚权力炮四国，城墙被炸垮，城门被迫打开，签下条约无数，好与坏，还没到亡国的地步，就是亡了又能怎样？还不是可以反清复明，借尸还魂。新中国不过是汉人政权的接力赛，直到把混血儿香港吞下。传说蛇不会死去，千年蛇愁，脱下一层层陈皮，它以化龙成妖，其间的悲情也可从散文与回游受到启发。站在中华民族的国度，既可用自强不息，也可用鱼丸不化形容它。只要悠久就是历史，亿万万之中多么庞大的体量，而且独行偷师学艺便能称霸江湖，把师傅甩开。东方是东方，西方是西方，由于筷子与刀叉代表不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，同时使用就会犯冲打架。如果现在鸦片开禁，中国人一样窝囊般扑了上去，如今举国麻将声声上瘾成癖，就是最好的精神写照。他们从骨子里讨厌崇高。中国像河区区，一个悲情而又狂妄的问句，没有一种回答不显欲望。